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上班要干嘛？就是要玩玩具。今天要介绍这款玩具呢，是手指跳舞机。不用到游戏厅，就可以在家享受游戏机的乐趣。噔噔，非常大台哦。那这款呢，我们有紫色款跟蓝色款哦。这边标示5岁以上儿童桌游玩哦。使用说明。那我们来开箱喽。那我们打开之后呢，有这些配件哦，主机一台，遥控面板，等一下应该是插到里面去的。那这是招牌，把它放上去，卡进去。哇，这一款玩具真是非常的贴心哎，它有附十字锁，3颗电池，连电池都帮你准备好咯。还有纸滑垫，让你放心游玩不滑动。那我们开始来装电池咯。正负极一定要放好才会动哦。我们来开机看看咯。噔噔，太快了吧！这是一般模式，那我们来试试看这边按键都是什么呢？开机、关机钮，哦，这是音量模式，大小声，它是循环的，你越按越小声，之后再变大声。这是第二款模式，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哦。它是记忆模式哦。它刚刚显示在哪里，你就要按照它的顺序。那我们再试一次。第二种模式。圈。我又按错了。我们再试一次哦，小朋友帮我看看在哪里呢，帮我记一下哦。这个哇，真是考验你的记忆力啊。那我们再试试看下一个模式哦。哦，它就只有第一款模式跟第二款模式。哦，这个呢是直接增加难易度。如果你觉得前面太简单，你就可以按这一颗一直跳关。那我们直接来挑战第91关。哇，这是什么啊？哇，时间越来越短喽，越来越快喽！哇，完全赶不上哎，糟糕了！这是什么啊？哇，失败！看你可以闯到第几关喽？入手2台可以做对战喽，有喜欢的朋友都可以入手哦，欢迎来购买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